雄起哥，我跟你讲，你小心一点，那颗恒星很凶的，我们一船人要是被它吸过去的话，我们全都要被搞死，要么给它当卫星转一辈子圈圈，要么直接被吸进去，撞的渣渣都不剩，到时候啊，一个漂移绝对没收到千里江陵号发来求救讯息，是否接收？哎呀，好痛，人家受伤了，船也坏了，小哥哥救救人家啊。我咋觉得有点冷呢？千里江陵号发来船体对接申请，是否通过？通过。你是？我是。我叫苏江离，苏是姑苏的苏，江是江水的江，离是雄兔脚扑朔，雌兔也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的离。没想到我的飞船出了故障。一个人飞还不会修飞船啊？那这个是违章的哦。为什么要被这个教条的世界所同化呢？你知道吗？无趣的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我们没有坚持有趣的活法。我只想找一个属于故事与酒的地方，在荒芜的时间中优雅的老去。舰长，飞船确实故障了。修复大概需要多久？预计3天08个小时27分钟36秒。很好，先让他住下，等飞船修好了再送他走。杨妹，让她住在你的房间。凭什么是我呢？因为你是飞船上唯一的女人。舰长，其实我愿意委屈一下我自己。好吧，跟我住就跟我住吧。限量版。别动。我的东西，妖妹姐姐，人家是想劝你，化妆品里含铅，用多了会英年早逝哦。你没化妆吗？对啊，我都不会化。将不同色号粉底同时上脸。每妆蛋辅以专业手法，达到素描般精准的高光阴影分区，再以内眼线神不知鬼不觉地画出眼间距，极细眉笔画出根根野生眉。这种无痕裸妆，没有2个小时根本打不住。妖妹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都听不懂。擅长这种2小时化妆，只为让人看不出化妆的妆容。阁下，莫非是传说中的绿茶？什么茶？思思，你想喝茶呀？有点渴了。就知道你渴了，特意给你带了一瓶水。谢谢雄起哥哥。不客气。哎呀，我拧不开。雄起哥哥，我来。
我也是女的，我也拧不开。来，苏苏。嗯，星奇哥哥，你渴不渴？你也喝。哦，又不是在撒哈拉，渴的要喝别人的口水。啊，我没想到，那这算不算是间接？间接什么？小苏苏，难道你还没有亲过嘴嘴？哎呀，雄奇哥哥，你好讨厌啊！人家都还没有谈过恋爱，不给你喝了。哎，给我喝，给我喝嘛！妹妹，你哭了。我听到了你的孤独，和我的很像。啊，可是这首歌叫《我不孤独》啊。想起了故乡的雨，曾经，总有人为我撑伞，一起漫步在雨中。如今，回不去了。只管送，他不管接。这样做确实有点不地道，还是舰长您细致。我不是舰长，把机会让给年轻人，我老了。您那不是老，是成熟，您才是这艘船的灵魂。啊！你喝茶。嗯、啊！哎呀，烫着了。真是个绿茶。我有点心慌，有点心闷，好像还有点心痛。你帮我听听，我心跳是不是太快了？你们这个操作台跟我船上的好不一样啊。也不难学，一周就学会了。一周？罗兜弟弟你好厉害哦，我就知道你是这艘船上最聪明的男生。你别这么夸我，夸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你教教我嘛，好不好？那个是紧急制动，我给他写了个反向推进的程序。如果我们被大质量恒星吸引的话，紧急制动就会自动计算逃逸速率。知道地球上有绿茶，我不知道绿茶已经冲出了银河系。舰长，你不能坐视不管，不然的话，收。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，舰长是不能干涉舰员的感情生活的。他一撩三，三个还撩得不重样，不就是正常的动物求偶行为吗？小苏，根据不同男性喜好，切换不同样态，增强异性吸引力，优先选择配对对象，优化后代 DNA。 他也是为了生存的嘛，茫茫宇宙中生存是第一法则。幺妹，你现在懂了吗？哎呀，舰长你想多了，我觉得他就是骚。闭嘴！听听你刚才说的什么，我怎么能从我的舰员口中听到如此肮脏的词汇呢？简直不可理喻，以后不要再因为这种事情来找我了。哎，看来只有靠我的魅力才能揭穿这个绿茶。
书会啊。叶舰长，您帮我看看这句词何解啊？叶老师，帮我看看这个嘛。给，姚梅，要在飞船上搞副业了。你看，这个意思是啊。雄奇哥哥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是昨天晚上值班坐久了，这个背好像有点痛。啊，我帮你按摩一下嘛。啊。雄起哥哥，我来帮你按一下嘛，哈！搞什么？你好吓人啊你！坐下，我帮你按这里吗？右边点。哦，这里吗？再下去一点。这里吗？姚梅姐姐，你这样她会受伤的。你不要装好人啊！姚梅，过分了啊！过分了。哎，他是装的，你们看不出来啊？哪个装了？你看你这把爷小苏苏都哭了。你哭什么哭啊？要哭脏了你哭。姚梅同志，请注意你的形象。怎么回事？08411号特派员报告总部。执行计划 A 后，三个目标雄性激素分泌远未达到预期。申请执行 Plan B。为了我族百年大计，望总部允许采取强制措施。我会尽力将伤害降低到可控范围。小苏，你这个杯贴临摹的真不错啊。小苏，哦，我要从古籍文献中寻找答案，找到克制绿茶的方法。我的心意，你可明白？我明白。可是你不要着急回答我，如你为我驻足，我愿护你一生周全。可是，像我这样浮萍般的女人，也许能和浪子游戏人间，却配不上你的深情。我假装无情，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
是哪个？他虽然年纪小，但那天星光洒在他的脸上，我就爱上了他。你不必再说，我也下定了决心。为什么呢？你还小，我的离开不会带走你的世界。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经不起男孩颠沛流离的爱情，只愿相信男人细水长流的承诺。你说的是？老舰长，雄起。罗东，罗东，你玩儿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星光洒脸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深藏不露的怕是你啊，雄起，浪子，你想浪到哪儿去？我年轻，怎么了？我都这把岁数才遇到真爱，你敢挖我墙角？你还知道自己这把岁数了？你个老瘪三，糟老头！哎，你不看看自己头上有几根毛吗？你羞不羞啊？真爱不论年龄，我呸！你是找老婆还是找女儿啊？都你入土了，在你坟前给你尽孝啊？你什么？我的，这是我的初恋。初恋你还说个什么？初恋不配有结局。我初恋凭什么不配有结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说我是个变色糟老头？你老了跟我一样，只有几根毛。我现在就是比你年轻，治我也只会有几根毛的。柯舰长，老舰长跟雄起哥哥他们吵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都怪我。那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就是这里。在我学习的过程中，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想，做事便要做到极致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绿茶的极致是什么呢？就是二，就是三，四，五，小苏苏。你过来，你说你选择一下，你到底跟哪个？啊，你说选哪个？你们这样，人家也很为难呢。不过人家喜欢的，还是为爱勇敢的男人哦。两个混蛋，敢不敢赌一把？哼，赌就赌。说好了，恒星漂移，哪个刚到最后紧急制动成功，哪个赢。我先来，你们下一把再来。有没有下一把都很难说。如果冲进引力场，十秒钟没有启动紧急制动，我们全都是个死。怕了你就缩一边了。哪个怕了？带球来。98，99，急速前进，100。不能转向，被吸进引力场就完了。小苏，不要管我们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战争。要过量了。与该星系恒星距离已构成致命威胁，启动6级安全警报，请立刻转向。收手吧，你输了。
怎么可能？绿到深处，自然白。这个道理，你可明白？怎么回事？一切都结束了。我没事，快去找你女朋友吧。别瞎说，我和她只是好朋友，都是我的错，不关她的事。这31个字，是我修炼的白莲神功，不是一般绿茶可以受得住的。你也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。什么东西？我年纪大了，爱情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。紧急制动，最后10秒，10，哎呦，好热，9。8，疼死我了。7、6、5、4，3。我们塔塔星人，繁育下一代的方式，是用眼睛。什么？眼睛？对，万物复苏的季节，互相欣赏的塔塔人会手牵着手去祖先的圣地，凝望对方的眼睛，繁衍后代。这个凝望的过程必须不间断持续10个地球小时，如果眨眼就重新来了。10个小时不眨眼太难了，科学家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亡国灭种就在眼前。宇宙中高繁殖力的智慧物种，他们在求偶的过程中所分泌的信息素，能够提炼出一种兴奋剂，帮我们扛过10个小时不眨眼。因此，塔塔人飞向宇宙，与各类高繁殖力智慧生物接触，伪装为他们种族的魅力异形。收集信息素，苏江离，就是你们认为地球人的魅力异性？这是通过严谨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。不仅是地球，各大高繁殖力智慧生物种族中，最具有性吸引力的都是绿茶。但我没想到，还有白莲这种终极生物。是我们的数据库不够全面，看来这是天命。我们的种族注定会消亡。这个事情很简单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个是双眼皮贴，贴上以后包你24小时眨不了眼。好啊好，有时候解决问题就是要简单粗暴。护眼模式，